这首歌曲哇，好多点歌哦，嘉诚，那我们下次要插一个牌子这样子吗？要学对岸哦，点一首歌400台币，好哇！我上次去上海就这样啊，他们用 APP 点歌，点到哎，为什么噔噔已经从你从支付宝扣除你100元，知道吗？我哈操！真的啊？哎，不是台币100哎。人民币100元就400块哎，我操，妈的，我真会赚钱哈、哦。好，那下次我每个人用个 APP 吗？你好，已扣除您1块美金哈。好嘞，那接下来安排这首萧敬腾的新歌好了，来这首《让我为你唱情歌》。教室里面不怕你遇过每一天，你心中有点落寞，有点藏着什么，我们一摇头眼光就闪烁，遥控我感受，面前一人冒起侧脸，我找咖啡店戴耳机隔绝了世界，真实的童话，就差你。
you